陈议员报告。说没有新建，现在又说新建。但是目前还在规划的，就是也是当地的这个就是正好有跟我们卫生局、教育局还有你讲的是中山国小吗？合作的中山，过去废弃的中山国小。局长，本席要跟你抗议，就中山国小，你怎么可以说它是废弃？本席是中山国小的校友，你刚才怎么可以说是废弃？我要求你要为这句话道歉。我道歉。我还是要为你的勇气呢喝彩，因为你点破了陈市长的牛皮哦。七座的运动中心没有新建，我们很欣慰，很看到我们三民区呢这边有在动这个国民运动中心的新建计划。那我请教你细节哦，第一个部分是他预计什么时候会完工？来，局长，请答复。跟原主席还有议员您好，跟原报告，预计113年会完工。好，那请问一下，这个完工以后啊，你们是会用委外的方式处理吗？是我们会用 OT 委外经营的方式处理。那高雄现在目前为止，你们知道有哪一些业者他们是可以有办法来接收的？市政府没有自己打算自己来经营就对了，是用委外。是，目前体育署他也这个办法也是希望。建完之后是采取 OT 的方式来委外经营的。那请教一下，那民众在使用的时候呢，是无偿还是说要收费的？预计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推的运动中心有别于民间的，大概有就是说，希望它是铜板价，然后希望它是不绑约。那以目前我们在凤山推动的这个经验，那进去每一次一个小时的收费是50块，那。他不需要绑约，相对于其他的私人的运动中心，可能都有所谓要付年费的这些的压力。所以那个局长，就是你能够确保未来，这是能够保障高雄市民的，就是他们可以去运动的一个，也不会造成他们经济负担的一个休憩场所。是。这部分您是可以确保。那我请教一下，跟陈其迈市长，他本来喊出说我有10座的全民运动国民运动中心，那现在你们预计规划的国民运动中心有几座？中央像补助像这样子额度的，中央补助2亿嘛，那市政府自己自筹2亿，那请问一下，类似像这样规模的，现在几座了？有几座？预计本来10座嘛，跟议员报告，我们新建的跟中央申请的，今年我们争取到3座。3座，那后续的7座呢？期程是如何？我们目前就是有采取的有3座，其实是我们运发局。3座在哪里？我现在说的是，先跟报告中央争取的这3座，这三座分别在南子、三民还有小港。好，那很欣慰听到有3座，那另外7座呢？承诺的7座，另外7座是明年会预计中央会补助吗？没有，7座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凤山目前的运动中心把它完善。把它就是建完，然后另外还有技击馆。我问你嘛，第7座，另外的7座什么时候中央那个愿意给啊？你们不是喊出来要10座吗？那目前我们只看到3座，3座我肯定嘛。那另外7座呢？7座有一些是跟校园，明年会不会看到？是衔接校园开放的。明年会不会？我现在是问你，你们推出来的当初讲的国民运动中心嘛？议员，我有资料，有送给您哈，就是说这里面有我们新建的，还有一些是我们闲置空间的改善，还有一些是校园开放的部分，加起来。不是，议员，我们要考虑到我们高雄市的财政，如果每一座都是新建的。跟议员报告，我们目前的期程就是有新建新的，还有开放校园的这个部分，还有我们本来运发局所规管，我们并没有说要10座都是新建的
局长，他问你像这样子三民区还有南子还有小港的这种规模的有没有在处理？没有的，你就说还没有，就只有这三座。不要这样子糊弄高雄市民啊！人员报告。我有把那个相关您要的资料有送给议员。局长，你的答复不符合我们议员所质询的，那你们要会后啊，到议员的服务处啊去做更详尽的一个说明啊，让议员很清楚，因为他到现在为止还不清楚你们后面七座啊到底是不是同样规模的一个建设。所以你要更做更清楚的一个答复哈。那答不出来，局长你要这样讲。好，你们答不出来。好好，哦，那个侯局长，那你到那个陈美雅议员的服务处，好好的做更清楚、更详尽的一个说明，让。局长的心理才是这七座目前有没有在进度，有没有在规划了？有还是没有？就好像针对这七座，有没有在规划了？我们没有规划新建，没有。比来规划的啦。比来尽做规划，拢是就是他都讲的，看校园来结合。那就是没有嘛。对了，就是没有，你就他问的问题，你就直接回答，就不会造成哦。老师，你讲你的，他问他的。在七座目前没有，我们不继续争取，我们也。对啦，谢谢议员。谢谢议员，对。你讲一下，讲清楚嘛。因为你看我写的。如果要新建的话，目前确实没有。现在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好，谢谢。谢谢议员的支持，谢谢。后续来说明一下，我们希望能够给你们第一要，让你们去中央争取预算，好不好？好。讲清楚。对啦。都清楚，人家就很清楚了。陈美雅，陈美娟议员，请发言。好，谢谢主席哈。我想，我跟陈美雅议员的同样一个议题哈，我们就是想要知道说，因为我们期待很久的全民运动馆，事实上是我们已经真的讲了很久了。今天你们现在的预算是靠前瞻计划来补助嘛，对不对？那我想要问的是。你们这一笔，它是中央补助2亿，地方自筹2亿，是1000万嘛？那是不是每一个案子中央都只是有补助2亿？是不是？来，局长。局长，请答复。中央在补助这个办法的时候，它有一个规则，这规则就是说，如果里面有设计游泳池的话，它就补助2亿上限；那如果没有游泳池，最高金额就是1亿。所以一定游泳池 为一个标的就对了，有游泳池2亿上限，没有游泳池就是1亿吗？是这样子吗？不是照它的规模或是它的设计吗？不是，它就最高金额。这样子的标准也很奇怪呀、啊，是不是？那你想办法也都要挖起来游泳池出来啊，是不是？那个好，那我局长刚刚我们陈议员讲的，你们我们过去你们市长一直告诉我们说有十座，好、哦，那刚刚你答案也讲了，事实上目前新建的。就是只有这三座吗？还是这三座也不是新建的嘛？对不对？只是里面改一改而已嘛。这三座是新建的。新建的，那后面就七座都没有了，是不是？就你所讲的，就校园的或者是现有的场馆去做修正而已吗？来，你简单的说清楚。人员报告，我们目前有规划，还有古山中山国小那边也会新建一座。你说没有新建，现在又说新建。但是这个是。就是使用的并不是跟中央争取的这个经费，我们目前在规划。所以你们所谓的十座是市政府的规划，跟前瞻计划是
没有搭在一起的，就是有前瞻计划你们就去申请，没有前瞻计划市政府就自筹款来做，对不对？那现在自筹款来做的话，你现在讲的新建的部分是中山国小这一座嘛？那这座有没有包含在你后面讲的这七座里面？坦白讲，就是我们目前其实规划已经超过十座了，目前规划已经超过十座。那我先把比较完整的，那未来我们市政府自己要自筹的新建的有没有？就是你讲的那个以外，我刚才如果目前还在规划的，就是也是当地一当地的这个就是正好有跟我们卫生局、教育局，还有跟那个你讲的是中山国小吗？合作的中山过去废弃的中山国小。好，那我问你，那左营那个左营这块呢？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一块呢，那块是算新建还是未来？你们还是只是做调整而已？左营目前我们说选的是国体厂的尾翼，国体厂的尾翼，因为那个国体厂的尾翼也空了很久，所以我们目前希望能够把它当作运动中心来投资。跟新建的只有几间，重点是是选举它是三年，对，在帮曾俊杰。目前因为它是属于金发局的用地，那市场用地有它其他的用途，我们也在内部讨论过希望能够变更，但是没有得到支持。是。好，好的，好的，谢谢。好，陈美雅议员二次发言。谢主席，局长，本席要跟你抗议。旧中山国小，你怎么可以说是废弃？旧中山国小的校园，本席是中山国小校园的校友。中山国小孕育了高雄，甚至我们台湾有多少杰出的校友？那个校园如此的美丽，所以本席才在你在刚上任的时候，就有跟你带你到现场去看过，争取当地。在我们的旧中山国小美丽的校园活化校园，让它能够有全民的这样的运动的场域，它是用旧有的学区然后去做一些运动的改善，你刚才怎么可以说是废弃？我要求你要为这句话道歉。我道歉。好，局长，本席希望你在用字遣词要特别注意，中山国小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校园，所以现在的那座中山国小里面的每一个动建筑物都是非常有价值，它孕育培育了我们台湾。所以当本席答应你去看现场，我们在争取旧中山国小让它活化区域，变成一个运动中心的时候，你后续的进度，请你随时跟本席这边报告最新的进度，不要再讲废弃两个字。是。